嗨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木偶娃娃妆容，感兴趣的话就一路来发捐吧。夏天容易出油，在妆前可以选择一些控油的产品。今天用到的是完美日记的隔离霜，妆前使用它会使底妆更干爽平滑，延长持妆的时间。底妆我选了比我自己的肤色要亮两个度的暖白色。用格局魅影最深的颜色来遮瑕，再用最亮的颜色来提亮法令纹的根部还有鼻梁。这是我翻出来的最后一支棕色眉笔了，它的盖子都不翼而飞了。记得用小刷子把眉头刷开，用染眉膏把本身的眉毛也染成棕色的。用橘色的眼影在眼皮上打底，勾出一个半圆形。用棕红色加深半圆形的外轮廓，还有眼尾以及眼下。一定要用一个显色度非常好的棕色来勾勒这些线条，所以我选了文艺复兴的这个盘子，真的非常显色。再次用这个棕红色来无中生残，沾一点点这个橘色来晕染一下边缘，再沾一点点这个棕色来过渡一下眼尾的眼影。用遮瑕从眼头画一个半圆，为接下来要上的另一个眼影色打好底，提亮一下下面的内眼睑还有卧蚕高光的部分。想要画好眼线多练就好了，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。想当年我也是一个手抖小萌新，结果现在天天被你们夸我眼线画得好。我把下睫毛分成了四段来贴，这样子它就不会突然翘起来。暖金色填在刚才用遮瑕打好底的部分。好了，我现在一边的眼妆就完成了。这个妆上镜真的很好看，而且会十级放大你的眼睛。因为我的眼睛是一单一双，所以另外一边我有贴双眼皮贴。口红我一共收到了8支，是大都会博物馆和完美日记联名的小金钻。给大家表演一个试色吧。这边四个颜色是 C 系列，雾面哑光的质地。这边四个颜色是 F 系列，这个系列里面有闪闪的颗粒，比另一边雾面的款会更滋润。这个膏体也特别好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。今天就用这一支 C02 吧，是一个血橙色，虽然是雾面的质感，但是润泽度非常好，涂起来很顺滑。重点是这个颜色超显白。这一支棒棒糖106颜色非常的正，但是单涂会有一点透底色，覆盖力不是很好，但是叠涂的话它就是个宝啊。可以用一把干刷子晕染一下边缘，唇妆就完成啦。星はなく思い
じ裏の足跡はすぐ白に消え。这个腮红最近又是我的心头爱，超级提气色，超级显色。木偶的面妆其实不用太均匀，可以用手指做一些笔刷啊，还有水彩的质感。用一把小刷子过渡一下边缘，看上去会舒服很多。因为文艺复兴的那一盘过于显色，所以我换了一个棕色来过渡这个线条的边缘。用白色的眼线笔提一下嘴角的高光，再用黑色的眼线笔来画缝隙最黑的部分。用遮瑕中最亮的那个颜色来把暗面和亮面区分开来，随便找一个手边的容器在里面盛上一些水，再准备一把闲置的牙刷沾一点这个固体腮红啊，有一点搅不匀，尽量的稀释它就好了啦。用手指拨动牙刷的刷毛，把腮红不均匀地喷在脸上。我先戴个假发，再用棕色的眼影加一点雀斑，这个妆就完成啦。是断手裸娘。